刚刚同学问到这个图片怎么放大缩小哦，你稍微留意一下。第一个，你看这边，我现在时间轴如果不在这个图层上，就是超过它的这个所谓的动画的时间，有没有？你看我点到它，外观上这就没有那个调整大小的，所以请你把你的时间轴回到什么？回到它动画时间，有没有那个动跑出来的？八个控制点是不是就有了？那你就可以还可以做旋转嘛，这样清楚了吗？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调整它大小的，自行缩放一下。好，当然你按住 Shift 就可以等比例缩放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就这个稍微留一下，因为你超过它的时候，哎，点到它不能调，好，点到它就没办法调，这个比较特殊一点。